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前几天放的螃蟹笼，今天准备去收起来，现在准备下去了。好了，现在准备下去了。前几天就把螃蟹笼放在这个地方啊。还是他们扫了半天，因为被浪给痛了，现在都没给他拉上来。看到我螃蟹笼了啊！哇，我看到这个海带。哎，这个里面就几个，这个我们这边叫闪毛蟹，还有一个寄居蟹海螺壳，一条小紫鱼光。哇，底下肯定藏着什么东西了，很重。哇！破掉了还是破掉了，里面还有一条十九公。哇，这么重！啊，这个里面没有。哇，底下应该是藏住什么东西了。现在是那个退潮，退潮流往这边流，肯定拉不上来，底下藏着东西。然后等那个涨潮的时候，看能不能拉上来，把这些里面的东西给它放上了吧。看来今天是没收获了，拉不上来没办法。现在准备来拿剩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拿好人头，正好了啊、哦。这些正好差不多已经都拿完了，只剩下一些小骨头了。现在准备把这个人头正好拿去卖一些，然后一些留着自己吃了。已经上岸了啊、哦！刚刚问那个老板娘，她说叫我把这些正好给她送过去。好了，现在准备给她送过去。这个是按他们好像说过是按个买的，一个是3块钱。嗯，反正都是咱们这本地人，都是咱们村的嘛，我按他们说过价给你啊。行，好，拜拜。那你从哪个过来？从哪个？一共是120个啊。嗯，120个多少钱？120个，一个3块，360。360。啊，那给350。300不300吧？300没错啊。已经到家了啊，现在准备来把这些生蚝清洗一下。
正好开好了，还有洗洗干净后，准备好这些食材，就可以开始清蒸了。然后把这些生鲜送到包厢里，还有这些小米椒，爆出香味后来点生抽，给它搅拌均匀后，爆出香味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住盖子，给它生熟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快生好了啊。最后加上这个葱花。虽然说今天螃蟹楼拉不上来，然后没怎么说，但是带金辉带回来这些生蚝，不仅卖了钱，而且还那个我们一家人吃的还挺开心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记得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